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思。这个今天这篇选题我觉得就比较科幻了啊，因为最近有朋友留言说，说小思，这个最近人工智能这个事儿这么火，对吧？这个围棋我们都已经根本下不过人家了，那么会不会未来会有很多人失业？那么什么样的工作可能是不会被替代掉的呢？我觉得大家这种未雨绸缪的精神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的，但是也不用过分担心。这个首先来讲呢，从我个人来讲啊，虽然我崇尚科学，但是我不是那种把人工智能当信仰的那种比较超级前卫的同志啊，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觉得这个人工智能应该会未来把我们所有的事儿都替代掉啊，甚至说这个就跟《骇客帝国》里演的一样啊，说把人类都装到箱子里，然后怎么怎么样的。我觉得，一方面呢，短时间内这事儿绝对实现不了啊，总有一个逐渐推进的过程。那么人类的聪明才智也是在不断被开发的。另外一方面呢，人工智能肯定会极大的提高生产力啊。咱们知道啊，其实生产力的提高对于改善我们的生活肯定是有极大的帮助的，所以应该首先我们会享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福利。那么既然大家问到说哪些行业可能不会被替代掉啊，这个事儿咱们姑且展开聊一聊啊。应该这么讲，叫首先哪些行业可能最有可能会被替代掉，就是那些叫标准化程度特别高、重复性劳动啊，这个步骤特别清楚的这些行业啊，我觉着可能是首当其冲会被替代掉的。比如说像物流过程中的分拣啊，因为这里头已经大量的在被替代了啊，配送啊，这个餐饮的服务啊，配菜啊，这个当然包括一些生产线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些重复性啊标准化的工作可能是首先要被替代掉的。但是有一些工作我觉得短时间是很难的啊，举几个例子。首先来讲这个 AI 的发展啊，虽然说现在这个电脑啊什么自学习的能力很强啊，但是我觉得程序员啊，这种IT 方面、计算机方面的科学家呀、工程师啊，这个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应该还是很火的。不然的话，如果现在 AI 就可以自学习到完全能够自生长、自发展了，那还需要这些高科技、这些互联网公司干哈？咱们知道啊，现在